全新演绎，精彩天堂，欢乐地府。他的眼光，他的眼光，好似好似星星发光，睇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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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慌慌。这个太凶了，有价格有价格，1699万，这太横了，这个。丁带兽医也有时装秀最后一里路朝宣的。各位孝子，各位贤孙，为了让先人体面的进入地府，兽医也必须赶上时代的潮流。没想到兽医也能办时装秀，全新演绎，精彩天堂，欢乐地府。鬼月来点应景的，中国天津日前举办神中殡葬科技文化节，有网红进去一探究竟，原来这行业这么卷，死了都要卷，令人惊呆。这个厉害了，这是做雕像的。哪个车最贵？东边那车最贵。哪个车最贵？这边这个最贵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上岗上岗啊！这最贵啊！这个你看，我这体格子都能塞进去。啊，嚯！嚯！咱俩能搁一块儿？哎，对，往里一塞。哎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我傻，咱这时候真得给你冻住啊！这属于是灵堂布置吧？这块儿，是吧？这个太凶了，巨型棺材，这是一个。有价格，有价格。这儿了，1699万。你卖盒盒，看看多漂亮。巨漂亮，现在这挽联都这么好打了是吧，机器直接就给你出了，就是拍遗像吗？哦，这是把那个照片传进它就能动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也可以就活了。压轴是兽医时装秀，他刚才的台词叫打造您生命中最后一套服饰。哎呦，这有点这个飞鸿衣的感觉了，这波男模更高更帅了啊。专业病患服务，看肩膀的这个两只白鹤。下中原模特们出来了，模特们出来了，多漂亮，漂不漂亮？网友都看傻眼了，不是应该躺着出来吗？